家好，我是 Ken， 爱画画的小金，一个爱模型、爱科技、爱生活的小金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西开箱呢，是个挺有意思的，是一个发簪。我看一下啊，这是我玩到了，我快想起来了，给哪一个发簪给我老婆啊？我老婆藏的话，经常把它盘起来，但现在没有特别整理啊。我想一下，看到底能不能买个发簪给她用一下啊？啊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是用自己来削自己来做的。但是这是我在京东上买的，这个叫什么微微公主啊。当然这个京东上有很多牌子，不一定要这个牌子，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。说是桃木簪啊，但它这个桃色啊，为什么是这个桃呢？货名叫桃木簪，成分是桃木啊。啊，是一个什么蒙太玩具的啊，因为经销商是义乌的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管它是一个两块砖的，我们看一下。一块的啊，昨天晚上买的，今天上午就到了。哦，今天上午，然后今晚就到了。因为我广州和云南还是离得比较近。来看一下，这里面应该是有了全套的工具啊，我们看一下。东西还挺多的，好，我们来清洁一下啊。首先是这个手套啊，纱质的手套啊，是有两款，这个叫什么？我搞不太清楚。CW 的这样一个纱质，来自它的一个锯子啊，就是有一头比较粗，有一头比较细的啊。里面还有一个这是它的一个叫什么？叫锉子吧？锉子。好，这个原理还是比较简单吧，啊，甚至可以说是简陋啊。行，下面我就要开始了，用自己的双手看能不能找出个簪子。OK， 拜拜。Thank you.